这是上次用过对吧？这也是一种这个简单的这个，常常看电视，常常不是那个卡通里面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问题还是 walking， 一小节的时候，说来说也就节奏嘛，你是会弹的时候，节奏对上去。那假如说你不会弹的，弹不了，这用 stride 啊，所以说 stride 是万能的，什么都来就对了。那和弦的话没有问题吧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先讲，就 A 段好了 ，walk， 当然也可以用那个 boogie woogie 啊 ，boogie woogie 也可以这样。话要说就是回到节奏来，节奏你可以同学可以试着玩，啊，慢慢练。好，我们解释一下好了，那个。你看前面四小节哆手哆发。再来哪方面？那原则上是 re 手，我是习惯用 re 手。这边稍微有点哒哒哒哒哒哒。结尾这一招，同学，我们教你们一下好吗？就两种结尾啊，刚刚那个后不正，这是啊哒哒，
后面全部都是半拍，后半拍出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你看，哒哒第一拍对不对？哒哒第二拍开始全部尾巴出来了，后半拍哒哒哒哒哒哒。有兴趣我再写一下好了，啊，这一招，你看啊。那这种左右两手一样的就叫 unis 就是左右手一样。你看前面两拍一拍啊、哦、然后后面全部后半拍出来，叭叭叭叭叭叭。那另外一种，这个就卡通影片上有这样弹，那随便你自己用就对了哈。我要不要写一下好了啊。